我是听到侯孝贤的演讲说，这个年轻人要有梦想，就是世界就会是你们的。他到淡江来演讲的时候，我觉得那句话很重要。我就说，好，学校不念，我要弄音乐。后来就看，就从《恋恋风尘》以后，就看到他得奖啊，就觉得说，我们音乐，我们是不是也是可以走这样的路，往那方面去走？后来我走了以后，几年下来，我就知道说，我觉得那个东西并不是每件事情都可以相通的，尤其是音乐。我觉得到后来，刻意要做给国外人听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得到，做一张蛮炫的，但是台语的，然后给外国人觉得说这个东西很好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，假如说我们要这样做的话，其实我们应该就到国外去闯。起码我这个音乐跟国外的音乐是不一样的，是他们那个地方没有生活，他们没有生活过写不出来的东西，他们一定要到这边来生活过才知道的，才写得出来的。那时候发第一张唱片之后，这个《智利晚报》的记者就说要邀稿，说叫我写身为一个学运歌手的感想。啊，他那个时候就发稿，就会写抗议歌手啦或什么的啦。啊，这些封号哈，第一次听起来蛮爽的，因为这对我们所了解，小时候崇拜 Bob Dylan 啊，长大一点崇拜 Billy Bragg， 他们都是所谓被冠上所谓 protest singer 这样子的地位啊，所以台湾好像还比较没有人冠上这个封号。早期的罗大佑大概输了，不过等到十年后，罗大佑已经没有这个封号，然后我们来接管这个封号，很嗨。我觉得我听到陈雷，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我想做没做到，就是你，因为我们都是听外国音乐，我觉得要承认，就是我们这批做新台语歌，所谓新台语歌人都跟西洋音乐有很深的挂钩，就对，就你其实心里面你想做的是西洋的音乐，那台语只是你的工具，所以等到你把这个东西做了一次两次以后，你会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没有精神，所以我会觉得说那个东西是旧的。因为你会很痛苦嘛，你一直在利用台语，然后一直在利用摇滚，一直要硬要把他们结合。可是后来我在陈雷的歌上面就听到，就是说，其实这个东西是周黄歌的延续里面，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东西，就最像台语台湾人的想法的歌。